每当毕业季来临，总有许多人为了求职伤透脑筋，但努力进入理想的公司后，却常发现工时长、薪资不如预期的情形。为了让求职者获得更多资讯， Good Job 透明资讯求职平台针对工时以及薪资，以匿名的方式向有工作经验的人收集资讯。再将这些资讯呈现给求职者，让求职者能够透过网站做出更好的选择。你去人力行上面找东西的话，就是会很多资讯是没有的。假如说有一间公司，它上面可能写下班时间是晚上六点，可是我问了我八个同学在那间公司，可能从六点半到11、12点，是不是半夜都有，而且可能是常态。可是这些东西我在人力行上面看不到，对，所以这个是我发现这个专案最大的原因。所以我那时候想说，我们有没有可能从工作资讯的透明化先开始，然后一步一步去改善台湾的劳动环境，这样。Good Job 透明资讯求职平台在今年获得 G0B 公民科技创新奖助金，希望未来能以商业模式持续下去，让求职者获得更多资讯。